马斯克、特斯拉中国所有数据都储存在本地，不会转移到海外。9月26日，2021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，特斯拉 CEO 埃隆·马斯克发表视频演讲时表示，马斯克称，数据安全是智能联网汽车成功的关键，特斯拉乐见相关法律法规出台，加强数据管理。我认为数据保护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事情，应该由整个行业共同努力来完成。我们正在与监管机构通力合作，寻找数据安全的最佳解决方案。